天要去晚自习哦。打一下，打一下，帮你换水了。快点，都是你女儿了，大家。名字早可以洗耶，下下下下。不要再装，装什么受害者啊！我真的没有对你做什么，还不是你传的那个影片？因为那个影片，我他妈推的人生被毁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，有错吗？拜托你不要讲。还有吕思晴，被你逼要转学，现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哎。你在讲什么屁话？吕思晴不是在这吗？就那样。那你，一起晚自习啊，考同一所大学。晚自习哦，你是学霸哎，我跟你考上同一间太难了。你就陪我晚自习嘛。你没有晚自习啊？干你屁事啊！你体保生干嘛来跟我们抢学校啊？不能一起哦。我妈最近都比较晚回来，我要再问看看她。可以啊。要不然我骑车载你回家。拜。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欺负过事情的同学都站起来。庄英文，你为什么不用站起来？一开始影片不就是你传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庄英文，我们都知道是你传的，还在演呢、啊，站起来啊！老师，你就要站起来了。一开始影片就他拍的，我们只是分享而已。通通都给我去跑操场！同学，老师要跟你们说一件事。事情因为家里的关系，已经决定转学了。我靠！谁写的自己上来擦掉，然后自习？双面人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老师聊一来啊。